产品，你们这样子啊，家人们，你们觉得有需要的可以就是停下来听一听，然后呢，不需要的话，家人想跟下聊天的家人们，我们稍微等一会儿，我们稍微等一会儿。成了卖货主播，你就阿秀说，我成了卖货主播，但是呢，你们就看小小给你们的价格，它是不是一个卖货的价格？你们随便拿出去搜或者怎么样，能不能买到？除了在小小这里，你能不能买到？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单凭自愿嘛，好不好？我是为了相信小小，支持小小的家人们带来的，好不好？你们之前说要鱼油，但是我今天给你们找了一款产品，它叫南极磷虾油。南极磷虾油它里面的话也是有鱼油、亚麻籽油、虾仁油、磷虾油。为什么我没有选，没有给你们拿鱼油，而是找了这个产品呢？哎，不是这瓶，是因为磷虾油的话，它会比鱼油更好吸收一点，而且鱼油的话，它是通过你的肝脏那边去转，还要去转换啊什么样的，但是鱼油就不会，鱼油就不需要。鱼油的话，你是，它是直接被你的细胞所吸收的，它里面还比就是鱼油多了，就是多了那个虾青素，知道虾青素吗，家人们？它里面有鱼油的成分，但是呢也有虾青素啊，就是抗氧化的。这个是399一瓶吗？对，这个是399一瓶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先跟家人们解释清楚，你们随便出去搜都是一样的。磷虾油的话，绝对比鱼油要成本要高，而且有些不是所有的磷虾油它都能够叫南极磷虾油。因为如果你要去南极什么海上呀那些去，我就给你们看一个东西，你们就知道了，好吧，家人们，我先给你们讲清楚了，我先给你们价格方面先等一下小小，好不好？价格方面你们先等一下，绝对不会让你们失望。但是我先给你们看一个东西，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懂啊，家人们，就是它是，比如说你要去捕捉这种东西的话，你必须要有公海的那个渔业捕捞许可证，这是那个许可证，这是那个许可证，它的许可证。因为你哪一天去捕捞的，哪艘船去的，都是有追溯的。所以说，它上面能够明确给你写是南极磷虾油，好吧，家人们。还有知道磷虾油、南极磷虾油有什么作用的，帮小小打在公屏上。知道有什么作用的，打在公屏上。有知道的家人们吗？有知道的帮小小打在公屏上。然后呢，如果不知道的家人们啊，我就只需要问你们，就是有没有就是熬夜熬到深更半夜玩手机，然后加班的深更半夜没有睡觉的，有没有这样的家人们？有的扣个一，有的扣个一，有的扣个一，家人们。然后还有就是经常坐着不没有没有办法运动，就比如说像你是坐在办公室的，没有办法运动的扣一。上楼梯走3步，你要歇5步的家人们扣一。脸上斑斑点点的、暗沉的扣一。有以上我说的，还有就是什么？拿着你的手机，你又找我手机呢？我手机戴着眼镜找眼镜的这种，有的家人可以。你们知道，那我就不说，不用说这个了。原价的话，确实它是399.6一瓶的。但是今天在小小直播间，我说了，你们说小小卖货，但是。你们就看我给你们的价格是不是卖货的价格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今天在小小直播间，99块钱，我给你们一盒，
一盒是60粒，2盒，3盒，到手3盒，36、18，180粒，准备好99块钱，准备好你们的手速啊！我给你们改个价，99块钱，给你们发3盒。有刚才我说的那个情况的家人们可以去拍，而且啊，家人们，你们。凝虾油，如果说你们去买的那种凝虾油是里面是透明的呀，或者怎么样，它都是假的，好吧，家人们，给你们试验一个，准备好啊，我给你们改个价，3、2、1，刷新去拍，家人们，刷新去拍，你们。出去买的那些，如果说它不是透明的，那证明它不是真的凝虾油。而且的话，各种它是这个颜色的啊，各种它的许可证啊，然后还有它的检测报告都是有的，你们放心心的吃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只有10单，家人们，这样子你们都那么相信，都那么。支持小小，我再给你们加一瓶，到手4瓶，我再给你们加一瓶，一共是4瓶啊，拍一我给你们发4瓶，家人们，拍一到手4瓶，下方小黄车，只有10单，家人们，而且你们放心啊，家人们，小小卖的这些东西都是什么呢？成分表，你们完全可以回去看。成分表那些完全是干干净净的，拿着手机找手机的，爬楼梯走3步你要歇5步的，累的喘的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？这个是无蔗糖的啊，无蔗糖的，在45度的温开水，45度以下温开水服用，好吧，家人们？对，下面有家人知道它是有什么用的，你们不知道的就可以看一下啊。还有没有没拍到的家人们？什么20？这个的话是399，你们看店铺里面都是，它都是卖了399一瓶的，家人们。你要，各种检测报告啊，家人们，检测报告，还有公海的那个渔业的那个捕捞许可证，这都是，反正你们都是查得到的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你们都是查得到的。你们如果说相信小小，小小会相信小小，你们然后又有这些又有需要的，可以去拍一单，好不好？他们倒出来是透明的，壳子是红。刚才我给家人们实验了，这是倒出来的，确实有很多，就是如果说是假的。不是真的的话，它倒出来它是外面你们看着它都是红的，都是像这种宝石一样都是红的，但是呢它只是这个外面这个壳它是红的，但里面是透明的。那我再给你们看一下最后五单，家人们，再给你们看一下，哇，看得到吗？这才是凝虾油，真正的凝虾油的颜色啊，家人们，看一下。之前问我要鱼油的，家人们，你们去拍这个是比鱼油它要更好吸收一点，而且不会增加你肝脏的负担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？鱼油的话，它是通过肝脏，然后被身体所吸收嘛，但是这个的话，直接是被细胞吸收了。对，凝虾油的话，它的吸收是鱼油的3到5倍，
吃这个就不用吃鱼油什么的，因为我们直播间家人们可能很多人知道鱼油，但是不知道宁夏油，所以我给家人们科普一下，你们也可以试试，拿回家试试。最后两单，家人们，最后两单付两款就没有了，一共就只有十单。因为本来人家这个是一瓶就是卖399的，我99块钱给你们一瓶、两瓶、三瓶、四瓶，我直接给你们到手四瓶，240克，里面一盒是60克，一天的话一到两个，一天的话是一到两粒，够你们吃半年了。最后一单，付不了款就没有了，最后一单，还有两个家人没有付款啊，你们还在犹豫的家人们啊，对，它里面它相对于鱼油来说的话，它里面还有一个虾青素抗氧化，就是下面小助理又给大家讲，看不到我了吗？看得到吗？我卡了吧，可能卡了，家人们现在看得到吗？看到了，刚才看不到，现在看得到吗？而且你们啊，家人们，你们不管是去网上搜还是怎么样的，宁夏油的话，它是比鱼油要怎么说呢？成本是要高一点的，因为它捕捞啊各方面的都比鱼油要困难一点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哦，但是对海鲜过敏的家人们不能拍啊，知道吗，家人们？如果你们平时吃海鲜过敏的话，不能拍。没了，付不了款就没有了啊，家人们，付不了款就没有了。刚才拍的家人们，明天给你们发货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你们吃了过后有改善，有觉得好的，回来给小小一个好评，好吗，家人们？小小只需要你们的好评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不为了什么挣什么这个啊，只希望你们用了觉得好的，给小小一个好评就可以了。好，那家人们先买回去试试。那就是这个糕那个糕可以，这个糕那个糕就是要吃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但是没有了，刚才拍到的家人们算是你们赚到了。都没拍到，没有了，刚才跟你们说只有十单，家人们，只有十单。没有了，点点赞，家人们，点点赞，把赞赞点上去了，我考虑一下给家人们私发几单，把赞赞点一下，好不好，小小的家人们。